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部署，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，实行一线放开、二线管住、岛内自由、进出口管理制度。海南自贸港与内地间的连通不会阻断，而是会进一步的紧密。封关后，海南和内地间人员往来不会发生变化，货物流通相较对外开放口岸通关将更加便捷高效。